我会记你现场甲我同台的林金杰议员，伊伫我罢免案的时阵，伊就讲：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叫罢免了后，一定走去高雄市府做工课。我到今仔日嘛，伊无去高雄市府啊。表示安那，因今咧讲破赛的时阵，规身骨拢晒嘛，也唔惊太高啊。所以今仔日咧讲人乌金的时阵，表示讲我著已经乌金原在啊，无你变哪？请问一下，较早吼乌金是啥？就叫做乌道甲金牛。啊，乌道啊呐，去管混叫做出国深造。那过去出国深造，倒来种大上个大尾山的罗福柱什么党的？严清标什么党的？郑太吉什么党的？如果要讨论别人进前，咱先把家己先清气嘛。啊，如果若讲这个名伤远，恁捌就无咱讲即卖。傅昆池什么党诶？林芝庙什么党诶？严宽仁什么党诶？当当我规身骨拢向乌诶时阵，我讲人乌金哪乌金。所以国民党咧拍这个时阵，根本就无要甲你讨论什么司法，什么正义，什么黑金要铲除，什么社会要公平，伊无啦，为着政治权利尔，为着选举诶结果尔嘛。